你是从什么时候溺水的？有的人说溺水很痛苦，你会咳嗽，但不能呼救，肺部的灼烧和撕裂感，耳膜的高压和无力感，无限接近世界的无限，窒息和无力听起来似乎很熟悉。该起床了，该穿衣服了，该上班，该吃饭了，该睡觉了，该结婚了，该懂事了，该长大了。是不是该死了？可以不吗？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醒时分告诉我肯定的答案。鲜活，热烈，自由，恣意，随便哪一个。